我想呢，今天我们要做的题目呢，就是我是今天主持人叶浩，那我也是对这个议题本身很有兴趣，被聊来的然后呢，我想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就是历史书里面常常都要讲的是那一些比较丰功伟业、比较好的那一面，比较光明的一面。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比如说有人要讲万里长城，它怎么盖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另外一种想象，去想说这些建筑盖起来的过程要损失多少人力，伤害多少人命等等，你就会重新来理解这一类的建筑，它的生命故事可能会很大不一样。历史故事往往，特别是官方的历史，都是告诉我们那好的一面，但是呢？如果少了那坏的一面、黑暗的、幽暗的一面，其实不可能可以造就这些东西。任何一个大的帝国，其实它背后也都是有非常幽暗的一面，才有可能可以造就它现在不管在建筑或者是其他文化上的伟大。那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曹老师其实呢，刚刚已经有讲过，就是曹老师有在绿岛人权园区，然后呢，还有城，其实还是228纪念馆的副馆长，然后呢，还有好多我想就是等一下，请曹老师告诉我们说哪些跟人权活动有关的你没有参加过，这样子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因为我去查了一下，基本上大概台湾大部分的人权之旅的相关的这些规划，那曹老师都是间接或直接的有参与到。那我想曹老师是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就是适当的一个人选。那我就不多说，就直接把时间交给曹老师。站着，叶浩老师站着，那我不好意思坐着。我们一起坐好不好？好，坐着可以吗？可以啊，可以。直播这里已经有直播了。这不是直播。OK 了 ，OK 了。因为公开讲话就不要怕直播。非常谢谢大家了哈，这个时候一定要站起来。那择偶的朋友呢，其实各显各类非常有趣。那刚所谈的，不管是博物馆，不管是转型正义，不管是黑暗历史、白色恐怖、228，好像把各位所讲的总括在一个概念里面，可能也很难哈。不过黑暗动漫好像可以适度的来应用一下哈。其实叶老师翻过一本观光的书，大家知道吗？我不是在打书了观光客的零食。观光客的零食那本是非常的经典有名好像第三版，第三版为什么会换人换因为我没有时间。那个是英国的英文写的那博物馆所可能要读。博物馆所应该要读因为很多就会引用那个来。聊光光啊是青凯的杰作，还是这个择偶团队要感谢你们。用聊这个字当然非常的受用所以有人被聊来，也有人被黑暗光光误打误撞来。那其实我主要是要谈的是不是光光的黑暗面。刚刚那位朋友所谈的可能是哪本书观光的奇异才是异地，那个是我去观光的黑暗面背景或是观光产业的一些我们不太容易知道的部分是不是这样？那本书还很大的，也蛮有趣的一本书不过我也不是学观光不过不小心因为工作上我觉得应该去多了解跟黑暗光有关的这些内容。那我们不谈黑暗的光光面，光光的黑暗面，但是我们谈黑暗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黑暗光光当然，如果英文直译就是 dark tourism， 那这个词呢，老师应该很清楚，这都是英国人
弄出来的名词哈，甚至有一大堆近似含括这些内容的各种不同的名词。其实我在 HOP 有稍微写一下，我觉得很有趣的哈，他们都会在社会产生这些文化、社会政治现象之后，到底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就很受用。对于我来讲，因为长期参与立陶的规划设计，或者是说最近这几年虽然比较少去，但是今年上个月也去了三次。为什么去？其实就我在看好像跟黑暗光也有点关系的，被那个黑暗光里面某些因子拉住，我是这么想的也许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下一个标题是白色恐怖纪念地自由影展的新的面貌。其实然后比较想要讲这个光明面那立岛的政治犯旧监狱现在是叫做国家级的博物馆白色恐怖纪念区。如果按照行政单位组织法的内容，这里还要加四个字管理中心。那我不知道英文要怎么处理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博物馆要推展国际性的黑暗观光，新的问题就来了那你到底要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然后再来一个要不要台湾呢？不然不知道哪里的白色恐怖要不要这样子走下去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马上会碰到问题。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看到报纸，因为总统五月十七要去接牌，接什么牌？接这个民生的牌。他已经也从我们开始规划是2001年的6月，这个规划漫漫长路，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在挂牌也是表示什么事都 OK 的，面对很多挑战，所以也许我们今天来看更多的未来面，它怎么办，它怎么走向未来。另外一个地方当然就是景美，这个也是叫做景美纪念园区。那国家人权博物馆有趣的是它的这个组织法在去年底通过之后呢，这个也很少见为什么一个机构它没有在法里面设定它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很容易被误认为说，国家纪念博物馆到底在哪里？它到底在景美还是在立陶？这个有趣那我不知道法界怎么看不过我想如果我们是把它当成自由的遗产，我们就来共同关心它以后要走向哪里去。我们这些地方呢，都是在国际人权日开放，那立陶是2002年开放，国际人权日2002年开放。那景美呢是2007年，也是12月10号。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台湾在民主化过程或之前，关于人权这两个字跟台湾的整个社会发展或民主发展，到底产生什么连结？这个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去探讨的问题。因为怎么样？所有国际社会关于人权博物馆是非常非常的少，更何况是国家级的。我想那个博物馆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恐怕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些对比现象。那为什么台湾自己能够，而且也这么勇敢，用国家人权博物馆？从好的来看，它终于是国家人权博物馆，它终于要面对国家到底要不要真的执行比较彻底的人权政策，不然的话，这个博物馆常常会被挑战。这个挑战从很细微末节到很高层次都会有，因为你到底是一个人权侵害纪念地，还是一个也要同时保障人权的博物馆？那对博物馆来讲，它就是过去未来的面向都有，因为他就是在每天在开门在经营，他的现在就永远在面对他的过去跟未来。放上这个书主要就是说，刚好去年底通通不是为了打书，因为泽武是不打书的。那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楼上去翻了哈。那另外这一本呢，是一位前辈，他叫做福生的，他95岁，那我觉得非常低调的一个前辈。那在那个时代被抓，他这个认为是跑掉，而且是甘愿承受，因为他就是自认为自己是地下党员，他事实上也加入了，因为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好朋友客家人。然后他，我为什么用这样的封面呢？就是其实是立岛看台湾的一部分。他整个他也用了，应用的不好，他也用从立岛，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这个是另外一个政治犯的家属，陈伯钧陈孟伟的儿子陈伯钧，他是帮忙立岛做的东西是从。看到这么漂亮的山跟海哦，那他提供了照片。那这吴先生呢，在要回去的船上呢，他只有一个人。那一次的回程，释放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从绿岛离开，坐着渔船。那个地方可以躲太阳，他干脆呢，爬到那个船上有个桅杆可以卧的地方哦。我很少看到一个受难者在讲他跨越台湾岛跟绿岛之间的那种感受，因为去的时候大家描述很多，经过2天一夜，或经过3天2夜，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讲了蛮多哦，不管是从基隆下来，或是从高雄过来，其实这个旅程呢，如果是来拍电影的话，恐怕不得了，那个绝对是一个必须耗资很大、巨大来拍哦。那这样子的场景呢，会让我们想到说，受难者怎么在年轻的时候到达这样的一个岛？那离开的时候已经也过了10年，家里的妻子、儿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等他。他进来在船上，会有那种感觉，我到底是不是自由了？我好像是真的要自由了。可是呢，他心里想的是说，除了妻儿之外，他想的是说，我作为一个忠贞的地下党，到底今后应该要做什么？这个是我在相关的这些描述里面呢，非常少看到的一个记录。那令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蛮惊讶的啊。那其实真的好的口述，应该是回头去把这些过去，不管他有没有想到，或他说什么，其实都可以真诚来表达哈。那他呢？其实也一直以地下党员的威荣，所以他的身体也做得很不错，因为他是学机械的。那一直到这台湾进入民主化的过程，他看到台湾社会在变，他也去中国过。他虽然没有在中国做生意，但是呢，他在做比较的时候，他开始要很强烈的转向。那这种讲转向的过程，其实我们社会也做得早知道。我们社会可能一般都认为说早期的知识匪谍都是共产党员，那是这样子吗？其实，我想一个那么多人被抓的时代，恐怕各行各类都有。而且，如果真的参加地下党，多数嘛，按照现在看到的那么多档案，大概也都没有。那他那是多重的这种因缘际会，或者是刻意去保护之下，他也被秘密留下来。所以他一直非常在意说，他同样被枪决的傅清华之外呢，他自己在被送回来又送回去，他进出立岛2次，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也有不同案的陆续被枪毙，曾跟他相处过的。所以他的4个小孩，其中有3个，第一个因为他被抓之前出生，那其实都有他们的那个这个死者的一个名字，或者是统一放在里面，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表示这个人的精神呢，在想的东西呢，令我们呢必须去注意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啊。那我就，趁着今年5月17号，总统要去，这个不是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档案出现之后呢，在2004年，我们知道说
他们就是五月十七号最大一批人到达。那是不是第一批？那已经是要一些学者或者是更多人去做研究或者档案出来啊，甚至我们都可以请教出场费啊，该是公布的时间了。好，那刚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如果通过这样的故事，我们来讨论遗产或讨论验方法，恐怕会更有趣啊。像这个地方呢，就是关门的地方。那这个地带呢，就是五零年代的政治犯，六零年代的政治犯，几千人在那边活动的一个场域。当然，你要活动，用其他的字眼来形容都可以的哈。不然这个时代要去描述过去的时代，可能都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基本上他们就是劳动，然后另外一半时间是要改造，除了睡觉以外啊。不管怎么说了哈，这些地方都是为了纪念的目的。那纪念的目的，它如果是一个成为一个人权博物馆，它恐怕哈，我认为国家人权博物馆担责很大，它必须勇于去面对过去黑暗的历史，不然它无法在现场跟人家分享这些黑暗的历史。可是它已经也开了十七年，它是二零零二年的12月10号开的。那你看哦，立岛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它是在立岛的西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这也是陈国清拍的。那我用这样的字跟这样的照片配合是说，哎，刚好已经也过了这么久了，台东终于有大学有这样的课程，愿意呢在这样的主题之下，结合在地自然景观、博物馆、历史建筑作为教学资源，这个对学生来看一看不懂。可是呢，我就跟他们分享过了。会议教台下学生大概六七十个，我听各位会有多少？个位数。台东那边的大学，不是台东大学，另外一个大学。那老师也很有准备，然后今年就带他们去。那我刚好在上个月在现场，他们到了。好，这个是这个学校的另外一个，接着上面那个题目就是。龙武区北教育里面，教育环境、教育体量、教育的实质内涵，我看他懒花了这么概念，这么多概念跟实质的内容，其实立岛台中就是最好的这样的教育的场地，恐怕在台湾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子的场地可以来进行这些教育。通过那个故事，我们在现场大概难免要去讲这些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到底是不是能够反映说，哎，我们就是一个可以号称为自由遗产的地方？哎，我想大家可以把椅子转一下，那很特，转个头，不方便，不好意思。时间的那个感受被特别的强烈，因为什么？很老的玩家，他每一次去，你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有什么状况？那状况我就不去描述哦。他总是到今天为止还是继续去，前几天还有几个人去回来了哦。那所以去那边参加的学生为什么会那么感动？其实就是跟他们接触哦。如果只是透过导演导览，可能没有那么。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些老人家呢，现在都被点名出来，这个就是无声的。那这里恐怕有一半都已经走，那有一些是比较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好，那所以给你们看这个，其实我是在传达一个时间过程中已经是八年。那这些内容跟资料跟材料到底？在开放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到底怎么互动，遭遇到什么问题啊？其实我们学界大概没有时间去长时间去观察看，
可能博物馆研究生可以组队来哈、哦，如果我有时间，我也很欢迎啊、哦。我觉得它是一个博物馆研究领域里面，包括遗产，或者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如果跟遗产跟空间有关，它绝对是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呢，不是你有研究价值而已，而是你可以掌握到非常可以直接去田野感受到的一些实质的内容。如果你时间待得更长的话，因为怎么样呢？为什么现在到今天为止，观光发展的那么快，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做各种行业，包括去随着那个潜水的公司在那边打杂，或者在餐厅打杂，也愿意就是打工换宿，啊，诸如此类这些现象都不在我们的眼界里面啊，你就在那边长时间，你会感受得到。好，那我今天要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变化过程中，面对的时间的压力，要做些什么呢？啊，我就尝试用一个有做出这样的一个第三大类的展示区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可能对于设计的这位先生有一些互相参考性。就我自己也是学工会管理，可是我怎么去走到今天变成这个？做这些事啊，其实我认为啦，我们大概都在各种领域的专业教育里面被训练长大，然后分工之后呢，也忘了其他领域还有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去学。我也不知道，我无法比较这样的东西，我们去做，跟别人去做，或是跟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顾问公司去做，会有什么差距？我深刻感受到会有差距。就是很难描述它的好坏，但是那个差距呢会出来。啊，这个就是说，台湾如果是这么多元的话，它应该允许更多的可能。啊，那一不小心，我也不是事务所，也不是顾问公司，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公司。但是呢，为什么那时候的标呢是这么开放性的？那有一个很严苛的。条件就是不能爱走，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要跨领域那么多，然后你要设计，又要景观，又要做里面的这些建筑、室内展示，包括史料收集，哇，又有包装、包案，你都没要，不可能的代志。但是啊，刚好我在上个世纪，就是台北文化基金馆有30年这样子的一路下去的工作经验。我就发现说，做这个地方，你恐怕不是在那规划，你恐怕要花一半的时间以上去做采访，去接触这些老人家，不然你无法知道百事广播是什么。因为市面的上的书也不够多，也不足以提供你最直接的那种体验感受。所以第一个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呢，哇，我一看到这批房子，哇，你做这观光不得了，那花钱真贵，哦，花钱都整那种，有点那种。红白配的这种墙跟瓦，显然就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嘛。哎，一山上一看，看起来哎还有游泳池哎，还有网球场。可是呢，怎么是没有看到什么人？这是建议，这是有一阵子要当成戒毒的建议。但是呢，马英九在当防护长的时候，日本人不同意，就不让戒毒乱进来，所以他就变成改成立即手。那现在这里整个都荒废，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啊。它现在有两栋是改成在我们的规划建议下改成海洋工作站。好，那海洋工作站也89年，其实都默默在做，但是立导的非常的不愿意他们继续干，为什么？显然他们还是。没有想到说，台湾工作站的未来实在是不得了。那么，标大是建议说，整个地区、整个这一块，都当成这个国际性的海洋工作站。国际性的海洋工作站，那个国际性的海洋工作站，那个规模不得了啊！那要有陆地，还要有船，要有各种水槽、各种研究的设备。那我上一次去，我才知道里面有一个组织，俄罗斯告诉我说，以色列的研究员，以色列哦。我想象以色列的研究员研究三年，他在
他在进出这个地方已经很多次，然后呢，他写了整个绿岛周边海域的这些珊瑚研究，已经在国际 paper 发表过很多篇。可是不管我有没有办法落实为观光的一部分业务，但是呢，还没有开始，因为呢，造院的政策目前不明。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告诉总统，我们要一个海洋绿岛，就要海洋工作站的，而且是要国际级的，那才算数。那这个呢？这个是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是上天赐予的，但是呢，我们也不断的在某种程度在糟蹋它，我们一直拖着，啊，就是一年七八万的预算，然后有人在这边做研究很辛苦的，那个博士告诉我有更严重的问题是断层，人才断层。他是郑明秋老师的学生，郑明秋是大概也是因为我做这里跟他认识。他大概已经也快60了，我已经65了。你看我们这个家里就是还没有50岁多，都已经都快进入退休年龄。那郑老师一退休，听说他们那一辈退休啊，50岁这一代的那个海绵就是通通断层。为什么？因为各种领域都很专业，我们无法去了解。就是他说，如果这个海洋工程要齐全的话，不是那些涉猎土地、船之类而已，是人呐、啊，无人做无研究。那他就说，如果这样的海域的研究，起码要在他们的专业里面要13个学门。那他现在只是一个3的学门，其他12个学门什么时候去培养出来？所以他们很急，他们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啊，让年轻人赶快进来啊，能够来培训，有个比赛进行。啊，这个是跟海洋有关，但是好像跟海洋工不太直接有关，但是。以后发展会有关，会更丰富。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个地方整个就是都是早期的50年代、60年代。到了1965年，这些人少了，释放回去了，多数那些无期徒刑的，通通移到太原监狱。然后太原发生事情，就是所谓的太原起义。那我讲起义以后，碰过那个资深的东部大员。我们讲的，你讲安尼较对，因以为伊起义啊，但是伊嘛有开始一个司法长咧。我你讲嘛对啦吼，我讲这就是你的角度要怎看。啊，咱即摆现在要讲这个代志，就是要有位置，要有观点来谈事情。那我不是说我起义一定对，你可以用暴动，你可以用事件，你可以用任何的字眼，可是你要讲出你的看法。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地址了。这种地方其实，如果从字义来看，也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因为充满隐藏的各种冲突的因子，你不知道。好，那经过了89年呢，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展览？那其实做得很棒。因为虽然累积的都是这样，还是怕为什么讲不完整，一定会漏东漏西啊！所以这个意识就非常重要哈。不知道那个谁，吉波斯卡，可能学完美学或是都知道他吧？好，等一下我会讲到他怎么说这一段话。好，他说有意识的知道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是一个诗人为我们留下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是从图片图看的全区哈，它甚至有港口，我说这是不是天赐的嘛？啊，可是你们也看到说这样的地形是不是很封闭，很好的一个监狱所在？可是当我去没有多久，我发现这里的水这么充沛，而且有水库，那他们当时是不是都靠这个？确实没错，两三间人就靠这个水。那现在整个绿岛也主要靠这个水，还有地下水。那你就会发现说，这样一个平坦地，然后这边一个村落公馆村，他们说200年前他们的祖先从小琉球陆陆续续上岸，然后就在公馆村落脚。对地名有了解的，我们都知道公馆有特定的意义，就是可能是原住民之外，汉人落脚聚集的，就变成叫做公馆，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哈、哦。那这个是绿岛的地。第一个到汉民调查地方，那你会想说，他家干部官族比较多，
加冈博士的迁移是没错，有，但是呢，因为土地呢被翻了好几次，所以那个遗址都很困难。那刘一昌老师也在这边做一些调查，目前没有深挖了，这个也是宝。如果一个迁移遗址有史前遗址，又有海洋工作站，我不知道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应该是没有了。所以拜托，赶快跟总统建议，因为我已经讲了 N 遍了，我不是，我没办法直接跟他讲了，我是写了。那这一段我们来介绍一个，就是说，当你从零要开始变成有，这张照片也是我们三代兄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刘胜甲去拍的。哎，为什么没有找你去哈？那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本来心里中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如果能够继续去，然后后面找我的摄影家好朋友呢，一两个一直去，因为啊太值得记录。那你一不记录，被时间过去就感觉。啊，或者说它是在变，都会不一样。那这些资料不重要嘛？哈，这个只是一个报告。我要说的是说，在民进党上次执政的时候就决定说，啊，要做一个，因为整个文苑那里房子通通没有，它只剩下一些破墙或者隐蔽看不到的，或者是一些字留下来，啊，比如说四维翁。那龚金正那时候当主委，动作很快，就做了这样决定，说要盖。哇，我们都来不及讨论啊，就知道人家要盖这个东西，那好盖起来了，盖起来里面是要做展览，那展览怎么做？硬着头皮去做啊。那大家如果觉得这样子讲是通或不通或胡说八道，刚刚有说有人叫博物馆啊，那我们今天是要讲样方，其实那时候都有找到一些资料文献嘛，来做一些你展览规划的根据了。那最重要的是人权历史，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历史遗址的场域，它是白色恐怖前期跟后期的迁移的所在。如果论真的哈，要有国家人权博物馆，这里才是。在我来看，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在整个行政体系，我那边去遐上班呐，要出门外无方便的对不？我坐船，搁坐飞机，搁坐火车，要等来到台北、台中、高雄，哇，会怀疑。我就是上一趟就这样子啊，上个礼拜那一趟，航班飞机不飞了，我知道别喘了，没飞机等于也没有喘，因为这个航班飞机是比喘还晚一半，我知道等一天，明天就好玩了，事情就很多了，一大早去看看有没有等到飞机，不飞，然后再去船公司那边排队等票到十点，买到票九点买到票，十点的船，拖到10:40才开。本来飞机定好11:30从台东回来，又搭不上了，继续在台东。晴天呢，只是风大，飞机没有办法，就造成你这样子的一天的整个行程。回到家傍晚，不要台北傍晚，坐3:30。那讲这些都是理念，但是实质上这边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刚刚的就是。那如果从展览来看，我们到底要展什么？当然就展白色恐怖嘛，办展什么？问题是你要展白色恐怖的哪个部分，什么内容？所以功课其实上是做不完，所以报告书很多，包括我们的别人的一大堆。那也建请大家，博物馆好像没有人来哦，建请大家请集美博物馆呢，集美那个地方呢，终于啦，小小的图书室出来了。可是所有的报告书有没有在里面？我看是没有，因为我有拍照记录，我是当坏人，我一直盯着他们。那时候，那这是我们的纳税钱啊，对不对？你要把所有的这个花钱做出来报告通通上来啊，好的坏的，行不行？也要曝光嘛，对不对？认真不认真做的报告都要出来啊。可是呢，报纸忙还是忙，所以这跟执政无关。跟人民的监督意识有关，我只能这样讲。那只是看完赔，因为感觉较袂对，伊不爱亏就不爱亏。啊，那时候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终于图书室出现了啊，资料我觉得还够多。那我就想到说，哇，我只要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为了早期的监狱的荒废不见了，所以就要展早期的民政叫新政就拿出。
我说新生进导出来，可是现在立导人呢，没有人，立导人知道新生进导出这几个字眼，所有的来的人都说，我要来去找那个蜡像馆，我要来去看蜡像馆，是啊，哪里是蜡像馆？大部分人都知道，刚开始因为2009年开放这些地方，好像都知道，所以你只要讲蜡像馆，谁都知道那个就是这里，这个就是观光产生的现象。因为那个时间有落差哈，你又回到重庆的名字，那不太难记了吗？我还碰到一个老师，这个不是，那个也是老师的错。老师说：“阿丽奈，因为我曾经读北大博物馆研究所，我说你怎么会写新生信导处吗？这信导处不是跟学校那个信导处一样的意思？”我也不好意思，他比我年轻很多。然后信导处到底要怎么解读？官方的用语的名词的、也有正式的名称嘛。然后画我的时候都用新生导出。那我们当时呢，就想到这么漂亮的地方，已经终于要开始。你看我这个照片呢、是当时请人家空拍的，那时候是真的飞机要上去空拍，是跟齐柏林更早的一位陈敏，他现在他是留日，他就是坐飞机拍照片。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哇，整个科技改变太快了。那时候你还看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里。这些文字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哈。能不能诠释人间清代历史，那是策展人想的，策展团队想的，观众就这样想嘛，有个这样想嘛，不进来。所以我们就紧接着说，你要怎么去了解游客？但是很不好意思，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做任何观众调查，只有我这种傻人在那边协助了3年的那个计划的时候，我坚持说：“你们应该做观众调查。”我花了一点小钱，10-20万就每年做，那个资料就很宝贵。那2011年没有在做的时候就断掉了。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房子啊，我没有特意跟你们讲，你们还没有注意吧？这个是另外一种建议的形式。昨天我去景美，他们当然有说，馆长，我们从德国看过来，他们说，我们景美建议的形式，建筑形式是不是学德国？那大家应该知道吧？那个妇科的建议的诞生，里面有提到那个便秘的，那什么？那个名字老师就严谨建议，严谨建议是有一个什么？场次性的全全景场次哈，那这个大家如果对建议有兴趣，都会了解。那这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比较传统正统的，应该是嘉义建议。有没有去过嘉义建议？这个还有不容易哦，你打听哦，你参观。一场谁看？建议都是用嘉义的块木做的，三条石。那个往左边到往左北边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可以去做破冰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五爪石，那个也不是岩地，那个是就是。那从建议啊可以学习一件东西，就是一个近代化国家在法律体系下的建议会怎么操作。这个已经立导有人。不是针对立陶宛，是写日治时代的建议的历史，已经有出现他们，我看到了，恐怕这几年会再诞生也不一定。那新的研究者硕士而已，就是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在这个区域一样，在1911年。到1919年就曾经有日治时代的弗朗克事务所，那有一本就是专门研究弗朗克事务所，他要把立陶给要求去。那重要的是监狱是建筑形式，我们说监狱的那个整个为什么这样配置哈，这个有关系，跟集中营也不太一样。好，那这些呢在建筑上也都有很多人讨论的。那我们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有趣啊？建筑就应该对这个有兴趣，可是呢，这一路下来，建筑师进进出出也不少，除了我不是以外，我不是坚持到最后嘛，我是
不小心就一直在那边跟着，没有办法断掉这个事情了。那所以这些也没有真正有人去进入好的研究，这都很可惜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五条的这种，它实际上是有三个大堆，那重建了一个大堆，因为这个地方还可以用，其他两个地方重建不起来，因为有现有房子。好，那以前呢，一个大队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教室，或者是下雨吃饭的地方。那有四条，每一条就像男生去当兵一样，一个连，大概120个人，上下铺。那你要称它为寝室，还是押房，还是牢房？恐怕现在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都要有所区隔啊，那个强弱差很多。那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旧的重建。是另外一个建筑师做的，重建之后要做展览怎么办？那就有些设定，就把这些当成所谓的教室区，然后有一些服务啊，或者是介绍这些年也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在规划或设计中呢，都有一些想象，这些东西是欧阳建华他的太太张大明，恐怕很多人知道，在《文化空实话》里面有。他是在现场画，这对博物馆来讲当然就是文物，而且是第一手，而且是现场。那这个多大张呢？大概就这么大了。就他在闭关的时候，那当然故事就另外大家上网去看啊。根据这些他描述的情景，他根据一些口述，我们要把一个中队里面放这些，对，你们看到我们画的图，然后不敢放太多，没有那么多钱，这样总预算没有那么多，其实总预算也不少，1000多万的，蛮大数字。可是你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多钱？因为啊，林建成老师哦，他明天啊有一个纪念展在中央博物馆，他是国际级的做，他们都用美珍莲像来称呼他，这是他研发出来的材料，重点是你的那个金呢、啊。经络的皱纹的头发都可以做到微笑微妙啊，所以如果你要做到那个程度，可能一做就要几百啊，起码他达到这个老人斑也要出来，起码要100。那讨论这个很有趣哦。那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因为没有他，没有陈梦和先生讲很多故事，让他感动。他不会去，他也不会，不是说他不会，他就没有那个动力去想办法怎么来足够这个。那在我来看呢，刚刚那个场地的，我没有看到实景啊。我认为他就是无名无姓的前辈，因为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钱，按照一个人、两个人甲乙丙丁的连模去做出，只有一个人，这个地方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到这张照片，那这个他因为早过世了，我们经常能耐有讲的很多故事，他是可以在当时的养猪劳动呢，拉小提琴给猪只听的，他听起来很浪漫的，那意思就是这个多才多艺，他也是乐队的一员，也是生产班的一员，那这种故事哦，就必须在设计的时候编织进来，不是只有这里有。等一下还会有提琴之类的东西出现，那这一条呢，第三条呢，我们就给他一个想法，就是谁曾经在新生金老处04年刚刚出现，我算这个部分算很幸运，但是你也要有意识，因为我想说，哎，嚯，答案出来，我可以来挑战赛，但是呢，钓要钱，1张2块，所以叫你那么急迫要1张2块，不用多钱，那时候就是答案出。那这个也花了40-50万嘛，来就要跳了多少照片？你从那里才会办法找出说哇，在历早确定了1000年多少年，我们在这个时候用上，它的照片只有1寸大，那每一张啊大概长短不一啦。啊，我们到时候有一个设计的人，他每天就在处理那个照片，前后1000年多少张，他处理半年。那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我没有办法一一讲。啊，非常的，算黑暗，但是比较像鬼，像悲伤，是什么？就我上个月去听到一个故事，我就会
好像比较能够抑制自己的情感，不小心就崩溃哈。就导演他没有哭过，他在描述说他，我就是一个一个请教他的时候碰到最感动的事，他有一个人就提到说他碰到一个中国来的空杯嘴舅舅，他舅舅听说照片在这里，他就去，他们就帮他找，他就不是在这个区，在另外一个区说要找舅舅，他就找，哎，找到了，这个上帝把天宇帮忙找到了，那就通知那边那个人就过来，过来他就当然很急的想去看，一看看到那个照片，马上跪在那照片前面。那当然讲的时候是大概多讲几次，还没有说激动到要哭啊。但我们旁边听，好像比他更激动，因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比他会更激动。那不是只有一张，这里的照片呢、哦，目前已经补了十几张，表示呢家属、亲人有十几个来过，包括中国来。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展览，要考虑到这些可能。那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会发生什么事还是不知道。好，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很重要，就是需要经营了，怎么去收集这些资料？那回到这个大队。这第三大队、第二大队、第一大队，我们出了那本《六百五十号》，就是以这个大队里面的某些人啊做故事。那这些资源真的就不细讲，像这种照片都是不断的去挖掘出来。那现在我们都常常在网络上很容易搜寻到，那有没有取得版权，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我们那时候都花蛮多钱的，在中央社一张这种的。一张要3000-5000，对吧？1951年、52年、53年，大概每张大概5000-4000、3000这样算。那很宝贵，这些照片很宝贵。那现在你看到了这些招牌都没有，因为，有时候要找到政治去，换了职的就换了脑袋，所以这些东西呢，可以做更多。然后你现在想看到那个，你就昏倒。我没有看过一个历史遗址可以这样处理，你要给年轻人看也不是这样看，你这太欺负年轻人。过去的照片，现在的照片混搭一起，啊，这是混搭的设计吗？好像是做给他剩的，啊，可以摆在国家博物馆，所以他们现在要重做了。那重做会想听说，现在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回到这里，让游客能够去感受到过去的场景是什么？这个基本思考是应该这样子。那这两个也是重建出来，但是位置都不对，所以这里面也牵涉到建筑学上说，我们说重建或复旧或是修等等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新的，这不是旧的。很多有趣的内容，我从这边讲。好，快点走吧，来。好，那这一条呢，我们后来重新命名叫做不自由动自由，就是那他们讲的蜡像馆。那这一条就是劳动改造，那这个是显示说，假设9点到10点就解决的一个中午，他们可以干什么？还是根据很多口述描述，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配置嘛。其实这种地方很不适合站的，为什么？那么窄，人去都出不来，所以蜡像馆现在的管理就出问题了。有时候是干脆不开，或是定时开，那这样通通造成一个后续没有办法解决，那就是现在的现场。我们用旧照片来模拟啊，所以年轻人很喜欢这样子拍啊，不管是正背面拍或是正面拍，你看到光头的都是政治犯，有头发的都是繁忙的，很容易变。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东西的地方。如果下次有机会大家去，啊，可以去。多一点时间去看看这样的地方，到底好不好？其实也很值得批评指教了哦。太挤，或太做得太不像话，都应该表达，这样才有进步。因为我总是把它认为它是一个过渡，它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我们也有留言区哈，服务台，还有现在大概有口述资料。
奥山石畔之，当时是2009年的，地早要跟保护联系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在行政单位上对，所以没有。可是到今天为止，好像也没有连，那就不妙了。过去做的，现在人都不知道。那你叫他在这边看奥山石畔之是不可能。如果有要做研究的，你就可以去看看。那起码这些东西应该都没有上网，所以博物馆都是可以做不完。你看这里面的内容这么多，你怎么可能一下子看得完？还有没有整理？现在没有整理。那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学习，就是我从做台北花街的经验，我才发现说，全球各地做这种东西的人大概都有志一同。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德国有一个欧洲被谋杀犹太人纪念碑。那个是在一个，它叫做 Evacuation Center， 它只是不是博物馆，接近，因为它没有文物，它是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啊，只有我看200人左右，分成4块，那整个信息中心就展屠杀前的欧洲犹太人，第二个他们的生活，第三个听说念名字要念2年，一个一个名字在一个黑暗的空间。念差不多一年，那里面有300多万的名字，是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名字，跟他们合作。第四个是一个区叫做战争时期有多少集中营在欧洲，反正就是调查或者是记录越来越多。像最近有一本黑土，那个也增加了我去认识说话。你在希特勒往东的时候呢？中国是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惨状。那里面提起一个作者提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大屠杀其实东欧比德国本身更严重，而且是东欧开始。那作者的观点是，没有国的民呢，就不是民，所以无国之民呢，就怎么样，宰到台了，就可以任意杀，任意被杀。没有任何的法治体系可以来对抗这样子的入侵的政权。那我讲到这里去，我是讲那个信息中心。他最后一句就是全欧洲的所有的纪念地，一个在电脑里面可以找。那我们这个也是希望告诉观众说，这里经过了9年是怎么样的过程？有多少受难者呢？曾经受访，曾经来立岛帮忙协助工作，累积到现在。好，我们回到第一条来看一下现场，这个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漂亮的地方。你看我们的游客哦，后面有厕所，就是要把厕所也做出来，最好连尿尿上大号也做出来。就有点小的哈，就去跟那个拍一张，然后把他裤子脱下来，就这样脱上去。所以今天的科技发展在这种地方哦，到底黑暗不黑暗我也不知道。那就很多例子来讲，其实啊。很多现象遮挡了，那管理方怎么办？也不能在派一个人上面站卫兵啊，所以只好把那裤子盖起来。好，那我推崇林建成老师，他想到的时候，他已经做过很多人像，所以他把手、脚、头、身体来自不同的人呢，去把它接起来，按照他。陈梦和讲的故事，或是朴树讲的故事，我刚画了那个 sketch 组合起来，所以这些脸孔都是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显见他不曾经在尼库里达，是这样组合起来。这样办法，因为陈梦和先生是说，这遗传啊，杂生哦，条件真难哦，看起来不尴尬，啊，那林建成老师就想办法。这是在他的工作室，在新丰哦，正在主做。那这是最早的模型。那现场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上厕所的。那这些有些为什么特意让他坐在走廊上呢？这走廊很小，这都有故事。因为这个人叫做图兰，他已经也走了。他翻译了《耶稣传》，这篇《耶稣传》，他只记得他翻译《耶稣传》在立党9年，他就是做这件事。透过他买的。日文、日英字典，在英汉字典去翻
因为他们的时代是受日本教育，他没有办法直接日跳中，那这里恐怕不好找。他就买了这样南蛮字典，《耶稣传》就是南蛮。那现在市面上来都买得到。他其实也不用值夜了，因为有铁门都关起来，晚上睡觉就睡觉。但是呢，官方规定还是要值夜，他都率先说要值夜，要值夜才能看书啊，才有时间看书。那发展之后，那些东西弄到哪去？弄到下一条的草寮去，弄到这里面屋顶或者草里面藏在里面。这些故事哦，没有办法充分在现场导览啊，充分的说，也都很可惜的啊。宝宝里面在这里有办法听到，那这个就是第二条在做的一些工作室在做的一些哈，做完是成立状况，就是这个人，只有这个人叫林烈成，他有他的脸模，按照照片来制作。那这个草寮，除了故事以外，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前面说李沙场啊，他带着从这边的青马书带着遗书在那个库托带到立陶，细节更多我就没有想讲。然后到了立陶，所幸没有被检查到，藏也是藏在草寮，是本官的草寮，又被送回来到深教所。那那时候已经剩下一年多，就会面比较方便，要释放了。他这次来，到这次我点了名，可以破关保护。结果他回去跟他姐姐一样，姐姐说，姐姐一直推脱了，推脱到没有办法，还有一个爸爸修掉一样。这是他们同案三个人的枪决前的写的遗书，这遗书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第一次被抄到这边了。所以这些细节的故事，其实都成为我们这样的地方啊，讲述了很冲击力很大的故事。那为什么在这里讲跟在那里讲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机会，你在这里听了去看看。然后你再想想看，今天讲到听到的故事，问导演，他们能知道，你感受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人类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会有黑暗疯狂？为什么要去黑暗的地方疯狂？不要那些地方不行吗？我也这么想。我第一天到了立岛，一看，哇，他这岁月收彩，然后就乱七八糟的建议，在我来看，因为荒废了，不能用。这个红瓦白墙还在用，这边我拆掉不是很好。但我的任务是来规划，拆掉就没事做，不可能这样做的哈。这就是那个中国的先生来找他们舅舅的地方。那当然，这里面一个一个故事，目前啊有口述的也产生不少，都没有办法很充分的被应用。只能说现在这样的地方不适合做展览，不是充分的去让博物馆做。所以未来怎么办？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还蛮关切的。这一条呢，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目前九零收集到的相关的文物的方面的。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这一把，那甚至这一本，这个也成为一个绘本书的题材，是希望小提琴。这一把琴呢？在立岛做一年，盒子整个也是在立岛做，就是红布是从他进来的。怎么做？网络上应该蛮多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当时除了那一份折页，也有这一份折页，这个都是偷偷的学啊。在国外其实有很多博物馆那样做。我看过一张最精彩的是什么？七张的，七个语言，是哪个地方？毕尔包的鲁阿博物馆。他把七种语言，刚好建筑物是很长嘛啊、哦，那个 Gary 设计的，那个钛合金的那个建筑物，大家如果去的话，记得像去博物馆都要看这些东西，什么东西不要钱的，赶快都拿啊、哦。那这里现在拿到了，不知道我知道，你们自己要去注意看啊、哦，因为新的折页也出来了，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些明信片，好，你看。我们就明星朋友写啊，台湾真的有过黑暗的历史，如今了解后，正令人难过。现有的自由和平，都是前人牺牲之下换来的。有感动，但是也很直接反映他的想法了啊、哦。以受难者家属心情来看，哇，
从日子下出来，那有人发现吗？不知道，就是我后来事后看留言表看到，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应该要不断的在收集来来往往的人的资料。那我们也特意换过这些那时候用和平年龄相关的这些款式，外国人好像比较会拿因为有的通用版，那里面也很多，其实也有好几片的 DVD 在播放这些故事我都没有办法一一再讲。那总是呢，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现场有没有留下好的记录？谁来的？受难者跟什么样的人互动？恐怕真的要回头了。一个答案一个答案有问，哎，有没有日志啊？有没有记录清楚？什么时候什么特别的事情？那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没有人要做了，这件事有花时间的。好，那连续三年我有邀请日本、留韩国的人来我们有看到朱立基吗？韩国请他帮忙，刚刚有讲到济州嘛，济州的学生曾经来台湾，跟我们这样子的团队呢一起活动过，就那么一次，后来就没有接戏。很可惜，那这些故事我恐怕选择性的讲，因为讲不完，因为他们没有书。何川是谁呀？何川是彭公宇的家族的后代，他们家应该牵连了三个人产品，被换了几个，我没有办法详细点。这个人叫江满春的，他跟何川同一个建议，他记得何川要被抓出去枪毙。的聂隐大师，那个诗是日文的，他一直记在他的，他人还在，但十几年前他讲出来了，我说那就找了翻译嘛。那现在我们翻的这个是蔡慧玲前辈翻的，这个非常有隐喻性的诗啊，我觉得进教科书也应该啊，这个非常有代表性。当彩虹银霞显露时，黑夜即将破晓。这个是晚上，可能是前一天写，明天早上天还没有亮会怎么样？我含笑仰视着他，不知早晨或夜晚，到时请你温暖的手抱我冰冷的衣袋。这是他的太太。然后另外有一位写这个的，张大邦，他住高雄，他也走了前两天走了。经过这样两位受难者记得写下来，然后几十年后回到送到他们家里。那他儿子呢，在去年12月10日也在蔡总统在台北宾馆公开讲话时，他要致辞。我不知道那个网上有没有。那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何颖豪，黄色的。所以我们到底怎么解读28之后这些？共产党员、台湾的共产党员、中国人的共产党员也好，尤其中国共产党员来的，大概没有人逃得过了，因为那个情报站几乎是严密的，不太可能让你逃走。那有些有逃回去了。那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到底是跟等同于今天的共产党吗？或等同于过去的共产党的理想性，或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吗？还是有其他的？恐怕功课都做不完那所以这种博物馆能说历史、讲故事，那这一刻我想有些年轻朋友可能会看到，有些年轻朋友把他日记，的故事第一集、第二集写进来，这个也是共产党，29岁，他儿子叫叶光玉，他儿子到今天还是，我不是在批评政治想法，而是说有这种现象，我们就值得去。因为他是我成大杜季熙，我不是杜季熙，他杜季熙教授退休，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16、17年前，反正3-5次就会传资料给我了，他就是认为两岸应该统一了，没有第二条路了，然后他甚至去研究马克思，杜季熙研究到马克思，去看着我看的，但是他的文章也是照这样写，这就是他爸爸，他没有见过他爸爸，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家庭，他妈妈我也采访。但是不完整，没有公开。他日记呢？
在他们家的时候，后来辗转有送到中研院，才有出现出版。这已经经过多久了？十几年。我不是在讲我的功劳，我没有什么功劳。我认为这些都是公共资产，是这些背后的故事很多我都不知道而已。这个国际上，我两个礼拜前才又去看他，已经躺在床上92。他就是叶圣景的下线，用我们现在的字眼，就是叶圣景要他加入地下党，然后他是医学院3年级还是2年级吧，他很会写。我看到他有一年2007年，我看到他，哇，以前写的又重写，我说，哎，意思啊，你这张无出出口写，我来给你出了哦。啊，后来那时候在已经2012年，又过了5年。我在这段机会当执行长，很好啊！我讲你知影我的证件在场啊！我知啦，我不止我哦，你是正南龙基金会出来哦。啊，我嘛 ，OK， 啊，你知影我的点，我嘛知影你的点，好。可是输出了之后，也有比较毒的朋友说：“啊，你那你出黑啦，那你出痛诶。”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过程中遭遇到的现象，都不足为外人道，但是也很难讨论。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一辈人不帮他们记录，只统的记录统的，读的记录读的，中间通通空白，那也不是历史的真相，对不对？李昭伦大家应该都知道，王昭伦就是这样。那他的过世是我一个永远的遗憾。因为那天我坐高铁经过高雄站，我从立陶回来，他本来要来立陶参加活动，没有来。我们出来的时候，经过高雄站去坐高铁回来，想说啊，我要住啊高雄哪位？他们在火车站都无来，电话也无看。我高铁我接了电话，讲人伊一定这个，这个就是战争与和平主题馆会设立的。我们的高雄市长集结受这个事情冲击很大，好，家长非常不能谅解。你这个父亲已经没有多少照顾，过去80几年没有多少照顾家里，可是渐渐我想，儿女会渐渐能够去体会了哈。那柯启旺，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些故事，我觉得在立陶讲会很生动，因为柯妈妈要去接。啊，柯妈妈也有讲，也有在网上也会看到。可是我在听他讲，到了现场，我就每次都会想到这件事。只要到了地道那个现场，因为要去接人，电梯要叫关门接人，接无人，人会到，唔知，啊唔知唔知，我要来听嘛，跟他沟通。但后来看到，后来就官方请柯老师出来，天空下着雨。柯老师被流去，关在另外的地方，就是博洋。一般说博洋再被多关在这个地方，就是两个早期接应的中间。妈妈跟太太在100公尺以外，啊，柯老师在这边只能挥手。妈妈说：“本来在救。”所以你故事听多了，进到你脑子里面，你就想到中正堂有那么麻烦吗？后来我想说，是因为你知道太多，别人知道太少，所以麻烦很多。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去多讲吧。当你知道这么多故事，你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同乡那么大灾变，不可能接受，因为你是人嘛，你也不是神，对不对？那怎么办？怎么处理呢？有没有更好的想象？大家等下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人呢，也是去他家拜访的时候，哇！写诗以外也会画这种素人画，所以后来我们的好朋友陈明德是在这文章里，他赶快帮他出一本，他有3000多首诗留下，因为很多在立陶写的，后来陆陆续续是被没收了，是不见的，后来又重新想重新写，留了3000多首，这些都还没有进到博物馆来，啊，先出了书。那王俊南大家比较知道，我上个礼拜还在台南碰到他，最近看他气色不错。318协议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做采访，一个计划去采访他。你照好，你每次给我上，你最多啊。我讲刘毅哦，尊称啊。啊，你慢慢那个像你那个
我今天会知讲，咱无啥物好诶迄个感受啦吼，啥物呢？非常谢谢。二月的时候，三八节是三月吧？我阿哥那边喏，你过来，跟那个杨同学啦，一个非常赌的，坚持和政治乱出来，也当过立委那么久，我看无其他吧。我拄仔少年，我公民运动，我看到公民运动已经出来了，这个我也找公开讲给他听。啊，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记忆的一部分，我大概不太忘，因为接着三月就发生三月。他在立陶动容，就是我要带他跟他弟弟去，主要是要采访做记录。就他在路上边聊，他说说，哎，王刘伟，阿你大家拢知影你哦，出来先坐客人家坐倒一个，因为你不知道你都有营养品。我们关了十七年，立陶长成什么样都不知道。啊，我是对他亲没印象。因为我有一个所在哦，徛遐哦，看落来台湾，因为哦人心情较好，因为释放第一天，啊、他突然蹦出这样的话，他说：“哇，家里岁月无摸啥，但是我用转世来不改。”哎，聊天的时候我就记得这样一句话：“哎，那么一休他没有，那他垂的所在来遐投影啊，应该是这里，他也忘记了。”因为立陶很少有道路点可以看到对面，你看这里应该看到。其实这里也不是365天都可以看到，只有夏天或者台风前后比较容易，冬天看很难，阴正低的时候看不到。那我在这里呢，跟他还有导演、还有摄影师罗国盖，国盖都跟去，我阿那边啊，讲你过来我无法度嘞，因为你讲感觉讲未出来嘞，我阿都无好了，我听嘞。啊，那个在那个遗忘的记忆里面有一段，记忆是什么？就对我从那工作现场啊，有很好玩的一些提醒。好，这就是怎么。那我很想象他也不如那么容易表述哦，就是他为什么要一直来到他被关了15年的地方？然后他内心没有任何的可以告诉我的吗？我很难去问这个。我也常常跟他喝酒，尤其跟我们那个好朋友陈梦龙，陈明仁，蒙头了。然后又刚修啊，那他也不是认识那么久，从2001年认识到他去年年初走，他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一下告诉你。有一张照片，我们等一下然后会出现，他也是到了。故事前几天告诉我，说你过来告，这地方说唱，也来，那张好像出现。那这些故事呢，我认为啦，才要开始。那 Simoska 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自成无知，这样的想法立场很重要。无论灵感是什么，它都是来自一种有意志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如果在这个地方观众有任何这样的意识，那够了。我能不能做到这样子，恐怕很难啊。好，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遗址的外面的现场，这是公馆村口。那你想想啊，这是同样的，大概接近同样的位置。这是邱万金由艾伦两个人的照片来，这照片他们恐怕还没有时间问艾伦长，他跟施明德特地要去看郑志芳监狱拍的当时的现场，就在书里面有，自由一张里面有。啊，这么多，刚刚看了这么多，不管展览或现场哦，我们在想到说，如果有全球化，当然也有地方化，也有地方性。那我们在的地方呢，事实上受限于真的是地方。你这个老人看，我每次讲伊人看干净啦，他们每次讲伊无干改，但是呢，人就是受环境限制嘛。网络再怎么四通八达都一样嘛。我在这样的环境生活这么舒服，一年赚半年，我就可以好过日子了。冬天我就秋天过了我就出外，台东有第二个家，或者去玩去整修房子等等。他们的季节大概就这样过，可是，潜水店我这几次去才渐渐弄清楚，
已经有50几家。我们过4、5年没去，那时候不到10家，现在50几家。哇，潜水热到不行了。那潜水就发现说，哇，那么多外国人来，不是因为潜水，前面就有了，找的潜水课早就有人来。那这么多这样的园区，到底你要不要面向世界？你的观光要不要面向全球啊？泰国好几万，泰国好几万，靠得到吗？那你真的要去做一些功课了，你要去知道，其实就有哪些这些相关的博物馆的组织，他们每年在干嘛？有博物馆日，今年的博物馆日叫做，趁这个机会问一下老师，这个字一般呢、比较准确怎么翻译它？等一下你来补充一下。Unconnected。网络有人翻成超连结，有人翻成超联系还是什么？等一下记得请卞老师翻译一下。啊，后面那很简单了 ，new approaches, new topics, 新的方法，新的工作，他听讲我啥？啊，对你个人来讲，这东西挑战的、啊，我就尝试说啊，好了，我主动去，看看能找到新方法，啊，为什么我要去？因为你知道这么多，也没有完全了解，但是你也在边走边学。比如说，我们应该要知道这样子的网站，世界遗产网站，啊。因为网络世界是这样子，台湾是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图上。可是上上那一张博物馆日，我就是要做到你全世界注意我台湾在做的博物馆日活动，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你有那个志气，我为了集体，我为了 get 而去走啊，他走给你有 OK， 没你的 OK 吗？好，那个广告费赚多少，对不对 ？ICOM 或者是 UNESCO 帮你广告。我相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生存的自我之道嘛，哈。那另外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组织，叫做有什么？有没有？就是 World Federation of Friends of Museum 博物馆之友，非博物馆专业工作者之外的博物馆之友。这已经有成为世界性的组织，这个是台湾很容易，应该很容易进入，可是台湾自己都还没有这样的组织，所以要面向世界，还蛮多可以做的事。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文化部也好，或其他单位，要照顾年轻人，这种不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有博物馆，我们培养更多年轻人。我3年，我就要。送3个5个去参加这个会，那你就要供养他3年5年，让他写硕士论文，让他能够写出好的论文，研究我们自己的遗产或者是纪念地。免惊，啊，英文歹，我你带英文好，叫老师才知道这么优秀，苦无训练的机会。好，才进入主题，不会要很快的过去哦。这是第一本 Doctorism 的书了，好。事实上，这个名字在1992年就出现在论文里面，它2000年的书中也出来了。要研究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这样的现象到底要怎么管理、发展，这是诠释。诠释跟解说好像又不太一样，这个在中文里面蛮麻烦的哈、你要理解这种黑暗观光的现象，到底在社会、政治、历史种种政治的脉络里面。我们怎么看？我们在怎么做？我们现在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我来看，所以你一个地方是8年，一个地方是12年，明年要做什么？请告诉我们所有纳税人。他说没有，我不是在挑战谁了，这不就很正常吗？如果在公司做事，我今年8月了，到现在了，8月快到了，我的明年计划做不出来，我是准备离职了吧？会不会不用离职了？不用担心，他没有那个压力。这很麻烦，所以我也写在书里面。最好这些东西通通释放给民间经营，有本事政府就要这样做。那民间就真的自己可以培养很多年轻人，只要你法律上定出来，是有什么样的条件的机制，公开透明，那每年来审查你的经营机制。那民间来做博物馆，我看了不会输公家了。那有些博物馆当然没办法，像故宫谁去经营啊？
搞不好一样防盗就很难做了。那这一类的我认为是适合民间来经营，那黑暗观光可能会更好玩一点，然后研究可能会进展快一点。那一般目前啊，黑暗观光在比较深刻的研究就会进入这样的议题，伦理的议题，对遗址的市场怎么去处理，怎么去管理的议题，还有因为都是人要来看，观众要来看，观光队要来看，游客要来，现场怎么去诠释这些历史，挑战不大哦。那这些遗产怎么管理？有没有机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我认为我们要有志气，有。你为什么一定要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我就做到说，全世界会注意看你黑暗观光地道，真的是超越全球的黑暗观光遗址的地点的做法。如果是有这样的一天做出来，那你怕里面要列名？全世界流动那么快。会来啊，潜水点那么好，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这几年才来？准备不及啊。所以规个哦，在我看，这个品质很差，反正就是货小货车载着潜水客，然后，所有的桶子啊、设备啊，然后一起上车，这不是办法。没有观光单位的，好像没有人来接了。像这种书了哈，地基观光，这个是当然有更深的，可以讲一些当代的一些很特殊的，比如说运动啦、深度的生态啦，好，体育观光啦，这个就是其中的，黑暗观是其中的这本书里面的一篇。那最近也出现这样的书啊，已经出现 handbook， 哇，所以你看这个研究进展哦，就这十年而已，不会懂去。那我们有这样的现场，好像还没有论文出来，我都不算了，我那个不像。那这里看几张就好，其实我拍了很多嘛哈。你能怪那个店吗？不能，应该说他们帮助了立法的观光。所以那个店我老板我认识啊，他说我觉得比我传统哦，你讲个老什么一帮大哥的故事，我讲好听啊，歹听啊，伊讲无，伊无讲咯。这个都是自然现象。你没有办法抑制，因为华丽怎么去抑制这些？可是我要讲说，这些义务在立岛好穿呐、啊，可是到台湾来有会不会继续穿？不知道哎，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很少，因为被稀释嘛。但是这个义务多的不得了啊，这不是只有义务啊，扑克牌、乌龟、博威，上面你写的都一样要求了，所以文创还真的厉害啊，这个都是啊，然后包括店啊。当然也有这种很怀旧风格，把一百年的房子的屋顶掀开，所以这种地方的观光发展到一个没有人注意，但是它是一直往前走。我一估了，这样一个店一年摊三五百万，应该有问题。你坐在门口看到人流，去店里面评估一下，大概。所以为什么一家开了，后来下一家又来了？大家看清楚这是谁吗？这如果在台北新闻一定闹大了，在立法都没事。这个人是谁？蒋介石吧？他知道吗？那角色到底是他还是你们，还是我们？这个是跟着大哥的店开的。这三个字，他跟我进立法同样的时间，他是2001年去立法外事，我去做规划，他去做这个，好，很好。不要自用，这三个字继续再卖，衣服也好，那个商品也好，继续再卖。那什么变呢？下面的这些字可以继续变。立岛好热，受不了，加三个字也是另外一件商品。那我问他了，我说：“今天 T 恤到这里了，怎么样？”大家会不会比？我觉得应该摘了，应该摘，对吧？好，回到美丽的风景，这样的风景常常出现。那所以游客来到这边，到底真的有在纪念碑有什么感受吗？其实没有管理就不会有感受。他不是说要管人才会有感受，而是说，我到这个地方根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我也可能bypass过去。那我来西西花花也很正常，因为是漂亮的地方啊。然后我这边这个跳起来，大家一起来拍照也很正常。那有更生气的同学我碰过啊，
他在下面听你说，那个立导怎么这样子？去纪念碑都穿那个夹脚拖，嘻嘻哈哈。我怎么讲？我私下跟他讲，你要怪游客吗？还是要怪谁？还是怪我们大家自己？回来还是关系？现象无奇不有了啊！好，我只放一张，其实已经可能他画的画不是只有这一类而已。这个就是风中的名字，里面都是白色房东二二八的，是不是？这个都是想法，在执行活动的时候，哎，陈武正导师，今天我要来去啊，来去啊会导，慢慢画就一直创作的。他很早在跟我讲说，哎。陶金龙，啊你做台什么告一段落，会使煞？我常常我问他安怎讲的，我道先煞，我紧啦。我若会当做，佫继续做，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他还是继续在画，画了都是几年。我觉得这些都是宝。这是受难者跟一个受难地留下来的创作，国外有没有？有没有这么多？我不知道。那也碰到这样子，就学生的妈妈，我说：“哎、欸，你是美术老师吗？”他说：“不是，记得哦，要观光做就要跟人家不断互动，所以你要喝水啊，而且咱哦，一打人忙，人不好当，人已经动不了，所以也素描就真的是，你交给我丢，我在那个看嘛，我丢，他就出去，他只是喜欢画，我就画成画这一幅。”所以这里面啊，各式各类的活动。那像这一组人啊，澳洲人、马来西亚人，这个台湾嫁出去的新加坡人，你一定要跟他互动，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来的。好，可以。这个人呢，去难以旅行，要比，因为只会英文，他难以英文更麻烦的。所以呢，结果他听到他，后来听他讲，他呢也去难以旅行。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东南亚或欧美国家的观光客已经到达绿岛、南屿了，这就是你的信号。可是我们的观光单位到底有没有做这个记录，我不知道。他碰到他说：“哎，我下一站要，也就是协助他嘛。然后我下一站要去绿岛，你要不要来？”他就跟着他来，他就来到这个地方，就主动跟他们搭讪。后来一个人进来搭讪，这个是新加坡台湾人，叫到新加坡，他也来参观。我们两个人就新加坡腔的英文跟马来西亚英文就跟他举头的抵抗，很好玩的、啊。所以这里可以说什么？夏天早就说了嘛，要培养很多年轻职工，他们不但进去嘛，不是只有带蜻蜓进去啊，不是只有办营队啊，是这些营队的学生应该要留下来，可以帮忙啊，可以去接触人群，做很多事的、啊。哦，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计划。有啦，听说东华大学现在有六名战备，好像也是最近两三百次。这个岛屿的天候就是这样子。那不是像我们这边拍那么容易到啊，但是天确实天时常在变，一下是大朵的云彩，一下子通通不见了。下午傍晚在这里要开始下雨了。这个绿岛小朋友的绘本。就是旁边的公共国小，我也试图去跟公共国小，因为校长一直换到某东国小三，不过还好他们有开始做这样子的东西哦。说我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小学啊，像你们这样子，就在有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的一个园区的旁边，走路一分钟就到了。有最近听说有每年都跟台湾学校交流有去。那绿岛呢？原来这个地方大船呢、啊、都没有点，搞了半天，有免税商店啊，怎么点怎么做出来了、啊？商业的威力还是比较厉害。你去绿岛现在有免税商店，你买了东西以后呢就在这里买，所以这里要分隔。外面这一条呢比较开放，是绿岛人走的，里面这一条呢，不管你有没有买，游客都走这一条。我这买水果行啊。进出绿岛就要这种待遇，外人要这种待遇，开玩笑。好，那来到绿岛的年轻人形形色色，就像这样子。他们都有准备吗？没有准备。根据我09年到2011年做的观众调查，70%不知道有
政治犯监狱，也不知道有人权博物馆延期之类的，这样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经验了哈，我那个刚刚调查是六页，我就踢笑，调查是错，不符合学术规范，也不符合调查的实际操作。因为我知道，只要他愿意写，他就可以写完，或者可以讲完。为什么？愿意写的表示他时间不急嘛，他会在立场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所以获得很多资料。那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什么变化，2011年做的调查，今年7年了，也不知道了。有没有学校老师或者是同学愿意去那边玩个替地打广告？真的这个地方是很多宝还没有被挖出来。这个是已经用过了8年，也是公文回小小朋友他们一起来创作，这只是其中两个了哦。这个是一个图谱的，也是2010年还是2011年，这个也是陈武正的创作。这一些图叫做虚拟记录，这个展览在夏天办到10月策展，那一天策完展，图都收起来了。有一个小姐带着她爸爸弟弟，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在她门口，她就碰到，我又急迫了，说：“哎，你是要找什么？”说：“哎，上次那个展览就是这个展览。”我说：“对不起，你猜了。”她说：“她想着你又要看我，我关给你看。”我这样不好意思啊，不过你要进来也可以的哦。真的疯狂，你要跟观众互动，你才会得到这个信号。她原来是看了觉得很棒，她要带她的。带他爸爸和他弟弟来看，10月的时候就看到。我说希望博物馆有在办这样的展览，好像也没有了。到现在，好，这也是我们曾经办过的活动。啊，经过7年重新设计，别人设计的，也是另外一个朋友。哦哟，立陶怎么这么久就有，这么早之前就有建议？不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去做工作才发现说，哎，阿泰啊，去找，你发现说100多年前的监狱的图，都还在文献馆，那我们找40-50年前的立州山庄，现在就想说没图，我说那图什么都会出来，我说我一个现代化国家要管理一个地方，这个对照日本，对照组。从监狱的建筑都可以，不止这样子，连契约书都有。立陶当时一个工人一天是几毛钱，因为他是总督府的工程，所以那资料都留在台湾文献馆，图都是传统那种折图，好，所以有兴趣研究这个也是一个发现。啊，这些东西都还没有进到博物馆来做展览。我们的。这位小姐非常耐力在立陶做打扮，可是呢，有关研究的部分呢，我不是批评，我真的又遭到很头痛的问题。家到底是关于你爸的关系，是跟我青菜跟我们关系啊，不是只有他，大家都这样讲，这样讲就是公共的地方就是这样嘛，有个可以不是骗的，有个听得高兴就好了，是真的是假的，不管。虽然那个很多研究者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真实性在哪里啊？他说这里是纪念228的地方，我无言了。那边有个啥？不，那边有啥立陶人权纪念碑？伊有块讲立陶人权纪念碑了。啊，然后关李秀仁、陈水扁那起各大危机构，然后控。所以这个地方啊，显然是没有管理，没有。所以管理不是去管什么，是你要有政策，要有到做，要有到应付游客。从游客来也吸收资料，东吴，所以我们现在的馆长都经常跳，认识吗？多帮点忙，大家都很忙。好，那我们看我这很多这种 sustainable 在立陶其实是最需要，可是我进去那么久了，从第一次进去说，我被送电动机车，刚刚危机关我就霸台了，这被你毁。问题在哪里？台湾不大，但是那个离岛其实啊，又有点偏远，又有一点近，又有点远，真的很麻烦。也就在你像刚刚的中央研究所，那我一直在鼓吹说，这恐怕要一个真正的比较，
初期可能是需要一个，在台中大学在哪里有一个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针对立陶这一块还不止哎，台中那么大，那么多的原住民，哇，这点能研究的不得了，这个南岛文化跟那个史前文化都联系在一起，是，走太快了，没有人看得上，没有人听你的笑。好，这个是齐根口说的。如果要刚刚活在今天往前走，你能不认识过去吗？当然是过往是我家的了。人类就是这样，不是吗？一直在过去、现在、未来，真是交错。那台东其实很好的一个有山有水，人口密度很低，然后像这样的博物馆也早知道，美术馆其实设计很棒，觉得跟台东的环境。还有一个很棒的咖啡厅也很重要，在咖啡厅呢，听说他们都是台东的咖啡，是不是最近才登上媒体的啊？大学的图书馆，其实它早就盖好了。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其实也很丰富，可是它的弱点不好，交通太方便。那我一直在跟大嘴巴说，这样刷登台东火车站，阿那领导要开展去博物馆，规起来去火车站的博物馆。那博物馆叫做史前博物馆，加上火车站，我保证全世界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火车站，有吗？有没有人知道博物馆加火车站共构建筑有没有？我登这个点子就可以卖钱吧？因为怎么样，整个台湾火车站的后面就是以史前遗址嘛。我让你请这样，我把报告告报告，我让博大看看，报告上哪里摘了？就在后面，所以你要去史前遗址的，你要你说这个是有点远，但是你台东以台北来讲很近呐、啊，我骑脚踏车从市区去大概40分钟，骑摩托车可能十几分钟是吧？里面其实非常丰富，但是呢人不多。最近有一个展览啊，还跟转型正义有关的、啊，其实在我都在。也不能讲政府，其实我认为是官僚的主意啦。保地公爱做转型正义啊，不料走了。现在交点特展做了不错，用声音，原住民的声音做特展。那一开宗明义就是跟转型正义这四个字又拉在一起。可是观众怎么知道声音跟转型正义有关呢？啊，当然你要看电影就知道，它里面很多耳机的团体。那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是上次去台南看到。文学馆也有一个原住民的文学与转型正义特展，这方面的官僚的成绩，我有做转型正义展览，但是我请问你知道吗？这方面的知道对不对？我没有去看，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会那么认真去查一个博物馆什么特展，但是文学馆那个做的有一点不太好，很空的，很可惜。相对的博物馆该做很多事啦，那我就认为说人民博物馆应该是当政府做转型正义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你叫人权博物馆你不做这个，那现在做什么？这几年就是要认真做这个，但是不是叫你做公家要你交办来讨，是博物馆本身应该做的。你网络资料要够多啊，不是查档案，我要查所有受难者名单，查有采访的口述的故事，不管你有书或者是你有网站，都应该让我知道了。啊，这个都是过去累积的一些 DVD 啦。还有书，这些呢都值得大家来看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楼上应该有这本书，我们存在主义咖啡馆那些关于自由哲学家与存在主义的故事，很长。老师，是你写的序吧？导论。对不对？哦，对。自由不再是历史方面，我觉得这个作者点出这个还蛮有趣的。他说啊，20世纪末哦，好像我们的自由是已经得到的感觉啊。可是呢，进入21世纪，我们这个还是比较为了唤起舒适方面，我们愿意对不在我们掌控范围内的商业机构放弃多少自由，恐怕不是只有商业机构。全球另一波的这种是民粹也好，是右倾也好，这个老师可以讲，老师专门学政治的，到底自由是理所当然吗？
那另外当然我们知道马奎斯的小说大家都知道，但我很简单的话讲，生命不只是个人活过的岁月而已，他们怎么无法记住它，又如何将它说出来。我深有所感，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大家可以等一下分享一下。哎，你要拍手，来拍手，来啊，因为我讲太久了，应该要给大家发问。那最后用这一段来结束，就是希望台湾今天的民主自由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权益，啊，记忆也是你的权益。博物馆呢，应该有责任帮纳税人把记忆保存之外，做好他的沟通。好，啊，我想这个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这些我们这些部落格啊。文章都留了一些，可以去上去看看，请参考指教，谢谢。我们回到主持人身上。好，非常谢谢曹老师哦。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开放讨论。然后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不少的问题了。那曹老师从第一线上，从他规划以及就是。规划完了之后，还有做了售后服务的调查，去理解观光客到底在这个园区里面经验到什么。然后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层面。其实我听完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好奇，就是策展人哦，就是我们在策展这个记忆的时候，到底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比如说完整的呈现。过去的样貌，可是好像也不太可能完整嘛，因为一定是包含了判断跟筛选。那有没有一种策展是可以让人有一种和解？比如说现在大家就是可能我们的促转会比如说被赋予一个期待社会和解或重建社会信任的工作。那这个实际在做这样的策展的时候，到底所想象的那几个功能到底是什么？就是让人家看到过去白色恐怖很可怕，还是只是为了要单纯要 保留出来这一个真相，然后不做任何判断，还是有某一种策展的方式，其实可以让我们从这中间的经验里面感受到过去的一种无奈，然后我们好不容易走过来了，我们现在还可以比如说大家互相拥抱一下哭一下，觉得说我们好不容易走过了白色恐怖。对，我的好奇是这个，就是这个策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很大的一门学问，然后不知道后面到底怎么样去思考这些想法跟功能出来。那这个是我身为主持人的一个特权，就是先有第一个疑问了和想法，但不知道曹老师可不可以回答一下。叶老师考倒这个很难，我认为没有答案。然后我认为我们不能太重视展览，我们该重视的是展览为什么要做。展览是要跟人互动沟通，那老师讲到重点嘛，如果人跟人没有沟通是不可能和解。那我也在书里面有写到说，像原住民的这些过程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小时候就跟原住民有机会已经长大，然后就发现因奈战功准等啊，我家是和平岛，转移回来啊，大概四点多，然后他们都是阿美族，然后来基隆，不是矿工就是移民，那我们是租给楼下租给他们，他们回来以后，我怀疑啊，原来扛不掉哦，喝酒吃了晚餐吃了三四个小时，这个是我们那种小孩子根本看不懂。就觉得那样的生活是多好，那后来又陆续长大，又常常进入台中，认识更多原住民，我们就觉得这原住民真的是非常难。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展出原住民的手艺？我们先能改一套改造，不然也没办法展。真的，我刚刚提了嘛，两个原住民的展览，到底能够有啊？他跟我讲说，这个展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转型这里面。达到和解的一个展览，我离点点点不是差，差了点点点，做得到吗？策展人做得到吗？博物馆做得到吗？显然还有，博物馆不是只有单一方法，应该有更多方法。
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人，人跟人如果没有互动，不知道怎么逻辑，真的是下次我要学去立场看，常常跟人家拥抱，都会被怕到。立场发生很多状况，因为它有很奇妙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陈孟果碰到不是总统委拿去用嘛，没关系啊，因为怎么样，一个调查局的退休人跟他太太两个人跟着台东的一个文具厂去到立场，就是这个展览刚要做完之前，然后就在门口，然后碰到我，那我当然都会急迫着介绍一下，我说：“哎，你就是陈孟果先生哦。”然后他就有点激动哦，他说：“你们可以进去看看哦，我们刚刚布展快要好。”出来以后就又聊一下，然后那个先生呢就突然说，跟他太太就两个同时就急躬，然后说：“我们也许曾经做了一些奉命行事对你们不敬的地方。”很抱歉，哦，旁边没有很多人，但是我们不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那事后那问陈先生啊，他说：“哇，怎么样讲？心情足复杂的，一定没话讲过呀，阿扁也话讲过呀，那已经讲过我侪遍，但是我无啥感想。”抱歉，真实的道歉，真的道歉一次，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他不能像马英九说：“我道歉那么多次还不够吗？”那显然你说道歉通通不算数，才会被人家认为不够嘛？那不是总统用了泰雅族的历史真相与逻辑吗？把那也上，把那也在，这两个字也在。这是我们原住民的语言里面告诉我们的和解的方法。我有问过一个原住民，我书上有人稍微写得更清楚。我说原住民到底里面有没有这种思考？他有啊，不能不能，这些就是你那边标示，你是真正要道歉，你要走嘛。而且你的道歉可能是永远的，因为那是你做错，你就要承受那个永远的错的，必须负担的道歉。那你的道歉也不会让你吃亏嘛，你就会不断的释放嘛。那他们就认为说历史就是这样子，不断道歉而且道歉而且，那我们恐怕都忘记了。我认为这个是台湾最近几年这里面非常宝贵的原住民元素，不知道有没有用啊？啊，老师没有完整回答你的问题。好，我做展览的人说展览不重要，展览是你。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问题如果好解答的话，中东纪念塔的问题早就都解决了，我们历史课本早就都微调好了。但是我们面对你可以考考大家，中东纪念塔怎么办？好，我们现在开放让大家来大家来问问题，或者你有什么样子的评论都好，我们至少我们应该有个两轮的时间啊。我刚刚看那个老师演讲的时候，有一张幻灯片，上面讲高雄的歌旗画啊。因为我小时候中小学的时候看了很多歌旗画的新英文的，可是后来它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后来我去美国一段时间回来，三十几岁的时候，从电视好像是明视才知道他的故事啊。那我知道他的故事是因为他的名字柯奇化，那个奇跟奇人有关系，他是因为这样子获罪的，就是很奇怪的原因啊。那我是想请老师讲一下王信南的事情好不好？因为我想这些事情王信南发生什么事噻？你刚不是说台南王信南不是有放那一张？哦，你说他是什么案件被关的？对，这一类的可以吗？我想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啊，像我比较老了，可是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柯老师啊，我好记得柯妈妈跟我说，哎呀，有时候我去采访他有一阵子很多次了，他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知影的新闻我看到这边。”几遍嘛，你们再来看看，你们就知道说你，但年轻人不用再来，因为现在可能新闻网都知道。我们那个时代，新闻网读越多遍，你考上台大的机会越高。柯老师呢的新英文网读最多遍，柯妈妈跟我讲说，有一个美国的医生写信回来，说很感谢他们啊，他新英文网读了七十几遍。我想这个医生到底是搞不搞的？那个需要读七十几
验吗？但是来台大去美国，但是你要先路过科技化，一直这样，大概是这个样子。科技化网络上也很多文章啊，包括他在台湾事件的事情，他这个又牵涉到统独之间的争议，有机会再聊。那黄县长是因为，你应该也上网也很多资料，他是因为从香港来到台湾，他那时候在美国做生意，就是寄邮包炸了谢东明的手，寄了两个三个邮包出去，他谢东明的手被炸断，所以他有阵子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他是没办法出狱，又没办法去美国，因为被认为是采取暴力。他太太好像去年过世，他现在都长期住台南。网络上那个东西，当然在座应该有很多黑人问号，那个谢东明又是谁？这个实践大学的创办人，当过副总统。副总统 ，OK。好，还有其他的，不管是什么 comment， 包括这些。老师，不好意思，我想说，因为我前天在过岛了，然后岛的区域刚好就是在那个城东区，然后。关于228还有很在最恐怖的历史，从建南路的彰化银行，就是古早年代有专卖，然后228应该是227那时候有一场游戏，就是从我们过去的行政院长官公署那边，然后一直到本人，然后再绕到那个专卖局的彰化银行。可是，大家网络上如果有看到有一张照片，当时的陈仪的部队当场就在那边射杀很多的台湾同胞。我曾经带着导览，我是从那个。就是现在前卫 KTV 那边，然后沿着衡阳路，以前叫龙金通，然后到金融百货，然后沿着博爱路，然后再到那武昌街城隍庙，然后再沿着山阳路到那个博物馆大门。其实这一段历史很多很多，不仅228。还有白色恐怖的相关的人士，就是我们的神力，曾经就在这个区块被无情的对待。所以我老是觉得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场景还是在绿岛，在火烧岛，可是回到都市来。回到我们的台湾本岛，重点还是在当年228甚至后的白色恐怖的年代的时候，包括现在来的饭店旁边就是镇江街，在那东厂那边，就是千岛中心站号。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真要探究历史，说做一场黑暗观光之行的话，仿照德国那个犹太人的集中营，或者是柬埔寨的那种纪念馆的那种模式的话，我们老就可以发展出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白色恐怖或者是228这个。相关历史的黑暗观光之行，从最近的天马茶坊也可以，或是行政院，然后中厂，然后一直沿路到那个北门，到彰化银行专卖局，甚至到粉红湖前面，这一条路是我的，
我想就是可以进行说，将来如果说真的要做一场天然流刚刚起的话，这是一条可以进行的路线。好，不好意思，大家谢谢。好，谢谢。因为当然呢，今天曹先生主要讲的是绿岛火烧岛嘛。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整个台湾都是很大的火烧岛。其实，到处都有这一些，你可以放个牌子告诉我们说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二八或白色恐怖，我们真的是有非常非常的多。那这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力，还有大家共同去记住那这些历史，以后才有办法做。好，那。中正纪念，我再说几个题目啊。OK， 中正纪念堂啊，给曹老师。我想问说，我觉得今天听了很多，就是关于那个博物馆它的看起来它的展示的那些，然后听了非常多关于受害者的访问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似乎都太偏向在受害者的图像。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做展览的时候有没有去，比如说访问绿岛的监狱，以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当然您抛了一些，比如说他们观光客留下的心情嘛。可是你这个博物馆，你只希望大家来到这边，然后感觉的是，哦，这段黑暗历史好恐怖哦。还好我们现在在民主，这样就够了吗？就是。像我觉得我好像听到很多受害者的故事，但是并没有什么加害者 的图像，或者说这段历史为什么会发生的陈列。好，所以就是加害者是放到黑暗里面啊，就是完全没有在图像里面的。我想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议题，在许多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很在意。如何防范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加害者的出现，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应该要理解或讨论的面向。好，这也是一个议题，我们等一下听曹老师怎么说。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点没说。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请曹老师讲你这样做下，你怎么看待中正纪念堂以及？那个消失中的加害者，怎么让他们重见天日？喂，我一个一个回答啊。中正纪念堂，我想象啊，可以这样子，大门关起来，要做政治判断。我也讲过很多次，那你要看铜像可以收回，从里面上去行得通。那甚至我交给民间经验。那你们要训练一队，把民间去训练一队去收费啊！但是不可能，开着大门，一队每天这样子在那边表演，那个不是表演，那是国家的庄重仪式。那你这个是哪一国啊？怎么有这样子表演来给观光客看？那是舞蹈团啊！所以阿扁那时候要改名的时候有先请一队啊，所以显然我们的思考不要被蒙蔽，就是说，这不是只有政府。我认为台湾只有民间的声音够强大，政府才会跟着做。那你也帮他想出好方法，外面要拆啊，拆一定能够解决啊，五年四年内不会解决啊，大家可以一起。但是专业的讨论当然另外一种，比如说这些建筑是不是留下来，就像罗浮宫，有人这样讲啊，不就陈其南、康山、故宫的院长，他跟这个讲都有背景。就是以回到博物馆的立场，你面对真实，博物馆一定要。我假设那个地方如果门关起来，房子关在里面，蓝的绿的也好，好像都可以稍微不算和解，疏解一下，没有拆留着，也继续可以观光。把你们要的这个通通打扫，门也关起来，一队也没有了，那个就是关门的一个。中正纪念堂，这个有没有国际新闻？这个另外一个思考，我认为会有很大的国际新闻。而且如果较巧的政治人物应该操作这个国际新闻，让台湾的转型正义加快。台湾没有国际压力的，
你又是联合国会员国，你的转型正义一定有压力。不是你台湾邀请一些人权专家来报告你的两公位，这马英九已经演过这种戏了嘛，不真实嘛。可是台湾的麻烦就是你不是联合国会员国，那个压力不够紧，也不够有进度。那靠我们自己啦。我们是从现在开始，有没有人谁愿意说来组一个台湾转型正义的每一天，我重要的新闻都不上来，就像三一八协定在搞运动一样啊，英文也好，西班牙文也好，还是跟得上啊。台湾自己能有的转型正义的信息，当然那些有的没有的吵来吵去，恐怕不会在这个新闻里面。另外，这个管如果是真正的国家人权博物馆，你可以接受吗？目前我认为这是一个困难地的之一啦。哎，为什么建筑不动不能是人权博物馆呢？我在里面很充分的告诉你，在二八白色恐怖时代，多少档案、多少公文在外展出，加压体系什么时候谁是参谋总长，什么时候谁是参军长，这里面包括孙立人哦，很多人要接受挑战哦。那孙立人你可以解读啊，说他那时候也只是一个空头参军长，可是他也签了不少白色恐怖的批文哦。这些都已经十几年前就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就有质疑同样要求政府。当然这一次啊，如果说转型正义没有做好，坦白说了，我觉得比那个什么，那不能比的，比台湾证明啊，因为证明是更惨。可是我相信，如果转型正义做得好，再越进一步，台湾的民主保障跟台湾的国际被认知，你是一个民主国家。甚至你应该建立一个国家正式的名称，这个力道可能恐怕都没有人想过，因为这是全世界的事情。你看转型正义的文献，导师知道吗？可是我们今天博物馆又怎么找到博物馆去了？博物馆的图书室也让我容易找到啊。阿姆龙没有一本两本，起码要对不对？八九成都有吧，不是只有一两本吧，对不对？那阿姆龙你上去看，你只要打 traditional justice。都不得了，现在包括哈利波特都出来了。那我们到底看到人家怎么转，自己想怎么转？总统有定调啊，他说我们的转型正义要做到国际标准。好吧，那就我们朝着目标一起前进。那个时候加害者是谁，一个一个都会被点出来。现在在德国的有一个柏林有一个恐怖地形馆的展览，那个就是从加害者面的展览。纳粹怎么掌权？纳粹掌权之后的谁的机构 SS 的头是谁？然后接下来集中营的破案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组织是怎么样？在境外的这些机构是哪些？然后战争结束，就这样子，也是不到两百年，这样子讲得清清楚楚。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博物馆要不要做？敢做吗？国民党政府不用讲，民党政府要不要做？你心脏爱聊天啊，因为这个面对的脸都不是说只有国内的压力，那显然我们的压力不够，就不需要特别快了。可是民间也做了很多啊，你像刚刚陈文正老师，大家可以上网去，现在马上可以查得到判决书。你看他画的画，判决书每一张都一百号，那每一张都有一张。蒋介石的签文贴在那个油画上面，你看到那个你，如果在中央亮相，你对那个铜像的看法怎么样？讲到铜像哦，我讲中正纪念堂回答他的受加害者，我们在概念上都有说啊，为什么都一直做受难者？啊，我是要怎做？我采访过几个加害者，其实没人要跟你讲了。包括早期在立陶的，我在土城采访过啊，跟受难者一起啊，有吗？我们都忘记了哎、欸。处长的手下都住在那警总的社区里面了、啊。我也个别去采访台籍的70年代的立陶监狱的管理人员，现在人家告没啊？到最后最后别人把传进来，啊，公公快叫人说，就这样。啊，这个是什么？这是社会里面有没有这种强大的不适中？
已经可以掀开这个牌了。但是过去是，到底谁是什么身份，做了什么事，应该面对吧？那我们进一步看呢，东方文化里面可能很缺乏这个部分，或者说不能用东方，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全新的一个民主经验，要不要转？转的要到多快？转速要到力量到丢的极速呢？还是什么样的极速？那我觉得这几年是个机会，如果民进党愿意做，全民也愿意给你推，你可以想象中央经常说不能人权博物馆会怎么样，加害者、受害者、资料都在里面一起展出。我个人一起啊，那个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操作，而且是非常有国际的新闻，而且保证观光客可能会超过目前的100万吧。他很好奇啊，不会只是在看蒋介石啊，还有受难者、还有加害者，哪有人这样子？马英九也讲过啊，第一任就讲了啊，中央既然我们以后要功过并成真啊，我你点点点，你到底有做？你一点都没有动。对，那所以还是要靠大家了，还没有回答谁的问题。导览哦，先跟你致敬哇，这个在市区做了报导览，哎，我碰到一个导览团体，他们叫做他们从欧洲来的，我觉得很厉害，这些年轻人是在刚好在2287晚碰到，哎，都带法国人，然后是叫 City Tour 吧，他说。还是这个。好像不是，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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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er。是台湾，台湾我是城市散步啊。啊，另外一个，那我说你是每天吗？他说每天，啊，一天几场？两场，那它有三个行程，有历史的，有旧城区的那种庶民的，这是迪化街。那历史就是你刚刚讲，那一圈，那刚好我在台北二八街的碰到，都是用英文，那有十几个外国人，男生女生，那我说这些都要报名，没有报名。我一天定点到了就开始，那我说这样天天的，天天，哎，厉害，做到这样真的是厉害。啊，这个就是民间的力量啊！可是纪念馆有没有看到民间这样在做？纪念馆里面连英文的说明都没有，啊，所以我一直推动说，这些博物馆通通给民间算了啦，你隔壁啊，赶快把这些博物馆给经营啊！你根本一点都没有在关注什么是历史啊！我就这一点，我当然票回都回答了。好啊，其他的呢？有没有？明天台北228他们也有一场那个人权导览，然后可以现场报名。对，他最近有一系列台北的，对台北的，不是国家的，是台北市的。他最近也有一些导览，就是导览这些刚才那位先生他讲的这些，就是民主的路线。所以那有兴趣的那位好友接受现场报。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马上就要进入10点了。那我想我在这里做一点非常简单的小结。我们今天谈的是黑暗观光。那曹老师跟我们讲的，其实提醒的到现在为止有三个不同的黑暗，然后一个空白。就是第一个黑暗就是过去的人权侵犯啊，这个政府这是非常大家知道的，可能是政权的黑暗面。甚至有些地方是人性黑暗面，这个的黑暗。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黑暗，就是政府过去长期很长的国民党政府很长的时间，要掩盖住，让这一段事情消失在历史上，让大家都没看到，把它丢进黑洞里面的这一个黑暗。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历史没有办法我们正式去面对它、去正视它的时候，结果呢，可能。这个观光当地的观光产业造成了一种消费的受害者，而造成的各种就是这一种其实变成是观光的黑暗，而不是黑暗的观光而已。那之所以会造成这些的现象这么突兀，或者是消费的受害者，其实都与我们的另外一个空白有关，其实就是 Simboska 他所讲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无知。政府不要让我们看到的这些的东西，其实让我们在记忆里面留下一个空白，等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记忆里面都有一个绿道。
或一群被关着、被囚禁起来的那一层的记忆。那这是过去以来的党国教育，也让我们就是不记得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那如果要避免掉我刚刚所讲那几个黑暗，那当然就是老师刚刚已经有提醒过的，用 Simboska 的这个讲法，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无知的地方，也就是找出那个空白处在哪里，然后去填补它。唯有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可能才会让这几种其他的黑暗不至于让它继续下去。那我想这是我听曹老师今天的演讲很大的一个收获。